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都好了吗？我要开始找人喽。好了。吃的竟然还回我，是啊，是不会玩啊，你还是一样先被我找到，闭嘴，我就给他个惊喜。哎，他在里面，要不要把门锁起来，让他直接旷堂课？好啊，让他旷课，反正老师等一下一堆点名。开门啊！哎，我突然想到，你们记得学校20年前有出过人命吗？你是说躲猫猫那件事情吗？对啊，我觉得超蠢的，到底怎么会玩到死啊？可是我觉得很可怕哎，而且听说学校到最后还把这件事情压下来，我真的搞不懂为什么我会来这间学校就读呢？哼，因为你是盘子吧？哎，那你们干不干嘛？躲猫猫？不要啦，听说当时死掉的人都变成鬼在那边徘徊哎。我才不信哎，你们不会真的相信吧？OK 啊，我都行。50、49、48、47、46、45、44、43、5、4、3、2、1，躲好了没？那我开始找咯。到底在哪里？抓到！哎，怎么会打不开？难道真的遇到鬼了？这里是哪里？嘿，你是谁？就是你那不相信的那个鬼啊！话说，你要不要回去啊？还是你要永远跟我一起在这呢？我当然要回去啊，谁要跟你一样留在这破地方？你再说一句试试看，看你没了我要怎么回去？好啦，春林告诉我要怎么回去，很简单啊，你只要帮我杀掉他们。谁？就是当初害我饿死的人啊。这我做不到，我不能帮你杀人。那就别回去了。怎么办？我真的要杀他们吗？我不想当杀人犯，但是我也不想留在这个地方啊，怎么办？哎，我原本以为他只有一节课不来，结果他全部都没来哎。鬼说的人，难道就是他们吗？怎么办？就只有这一次，我真的要这样做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真的是逼不得已的。喂，出来！所以你杀掉他了吗？我把他们全部杀死了，全部杀死了。对嘛，我就说你可以的啊，他们死得很惨哦，我满意。少废话了，快让我回去！他们一直在我脑中说话。这么闭嘴，那就赶快喝下这杯，那你就能回去咯。那是什么？这杯是我的血，要回家你就得喝下去。我喝，只要能回去 要喝什么都好。你怎么在这里？你还好吗？我怎么会睡在这里啊？另外一个人嘞？我昨天看你没有来找我们，然后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哦，所以我昏睡了一天啊。那
还要不要玩躲猫猫啊？这杯是我的血，要回家你就得喝下去。究竟门是怎么打不开的呢？